试一下。你喷的火是我的侥幸。Andrew， 我在。转身离开。勇敢说不出来。哇，没事，不然你这首歌我唱歌是吧？Albert， 你在吗？你在吗？Dino， 你在吗？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。Dino 回复，可以唱多两句吗？我还以为你会。我的话却没有说。你比较无聊吧，将来接。I'm a genie in a bottle, baby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immy。 马来西亚行动管制实行28天，我知道这段期间呢，不管是马来西亚人，其实很多国家像新加坡啊、台湾的朋友都是待在家的，非常多人就开始想说，哎，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就已经在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里面开始玩一些游戏了。这个游戏呢，很多 YouTuber 做过的就是接歌游戏，可是没有见到朋友到底要怎样接歌呢？但是这种方式的接歌游戏是比较有挑战性的，唱歌然后发送给你朋友的话，到底有多少个人跟你心灵相通，真的会回复你下一句歌词的呢？现在我就试试 voicemail 我的朋友，看看有多少个人真的会回复我下一句歌词。如果你觉得好玩的话呢，也欢迎你挑战一下，然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有多少个朋友回复你吧。糖果罐里好多颜色，糖果罐里好多颜色，一张嘴不见了。 Good job Hans， I want it that way。 他在看信息。Am I your fire？ 啦啦啦啦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喷的火，这我就是超无聊的人，回复干嘛？当然是要唱下一句啊！我再试一试。你喷的火是我的侥幸。Andrew， 我在。转身离开。勇敢说不出来。哇，没事，不然你这首歌我唱歌是吧？Albert， 你在吗？你在吗？ Dino， 你在吗？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。Dino 回复，可以唱多两句吗？我还以为你会接我下一段歌词了。小虫，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Angelina， 你在煮饭吗？只有8个礼拜会煮饭，怎么办？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。好丢脸哦！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你在玩什么呀？Eunice， 五月的天，刚诞生的夏天。Derek， 眼看着你难过。他老婆不会骂我吧？哎，为什么不接我下一句歌词？挽留的话却没有说。太迟了，帮我声音接去你的 video 啊。Tommy， 哦，你是我的花朵。所以这是游戏吗？Polly， 你在吗？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。Playing what prank games？你比较无聊吧，将来接。被骂回耶。Yvonne， 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Yeah。 目前我发了语音给15个朋友，那有5个是暂时还没有回复的，另外5个是直接回复我下一段歌词的，还有5个是比较迟钝一点点，不然就是
被鸟的，我被鸟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的话，在这段期间真的很无聊的话，我相信你的 contact 里面应该有很多朋友，对不对？就随便发一些歌给他们，看看有多少个朋友是跟你同线上link到的会回复你的。完了之后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有多少个朋友回复你。好的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 follow 我的 Facebook、Instagram 还有 YouTube。那每个星期呢都会上新的影片，我们下一个星期的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